三代周芷若一同参加盛典。53岁周海媚美的大气，65岁赵雅芝气质好。周海媚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凭借着94版的《倚天屠龙记》走进大家的视野中。不得不说，即使这部剧已经经历了多次翻拍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周海媚所饰演的周芷若真的很难再超越。无论是她的媚还是心狠手辣，都让人无法忘记。可以说她将周芷若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气质依旧在，属于自身的气质美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。赵雅芝、周海媚、祝绪丹三位女星，她们可都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中周芷若的扮演者。2019年《倚天屠龙记》热播，两人在剧中扮演师徒，周海媚版的灭绝师太被赞，祝绪丹版的周芷若惹人爱，他们演绎的师徒情被大众认可。也有不少人感慨周海媚从徒弟晋升为师傅，被人调侃多年后我就成了你。此次周海媚与祝绪丹再次同框，两人都欣喜不已，相见特别亲切，直接来了个拥抱，可见两人通过剧作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。